大家好，我是阿丽塔，是爱多美中国的产品负责人。其实这次在推出爱多美艾舒乐特雪颜系列美白产品之前，有很多的同事还有业内的朋友都表示不理解，说现在美白这个市场竞争那么的激烈，无论是高端线还是平价线的美白产品都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大片市场。那当我们打开数据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了解到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发现，在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至少有40%的女性都使用美白产品，而这一比例在中国甚至更高。统计显示，20到50岁的中国女性消费者中，80%以上都有美白亮肤的需求。那2021年，中国美白整个行业规模已经达到了285.1亿。随着颜值经济的兴起，中国消费者对变白、变漂亮、变美的产品需求日益剧增。虽然白不是美丽的标杆，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肤色均匀、亮泽是健康肌肤的表现，能够让人更加的自信。消费者的满意就是我们爱多美的目标。当然，市面上也有很多关于美白亮肤的产品，甚至是土方法。但是我们都知道，想要有效的变白变亮真的很难。我相信每个女孩子都曾为了改变费尽心思。有的人啊，把土豆片贴在脸上啊，因为他听说土豆片可以吸附脸上的脏东西，可以减少黑色素的沉淀等等等等，让皮肤变得干净透亮。甚至啊，也有人尝试过用牛奶洗脸，幻想着皮肤也会变得跟牛奶一样雪白。哎，可是尝试了无数的方法之后，不仅没有变白，反而还破坏了皮肤的屏障，还经常会长起一些痘痘，还会泛红。那到底如何才能够有效的美白呢？我想我找到了答案。爱多美艾诗洛特雪颜系列给了一个全面而具体的解答。优秀的亮肤成分，再有针对性的有效科技的运用，让这套雪颜系列唤醒沉睡肌肤的自然光彩，帮助肌肤呈现一个清透纯净的美，就像这朵白芍药。其实想要肌肤恢复到原有的白皙和光泽，首先呀，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皮肤变得暗沉和黑了呢？那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些小知识。我们都知道阳光的暴晒会让皮肤变黑，准确的来说，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是导致我们皮肤变黑暗沉的最主要的凶手之一。紫外线中的 UV 辐射能够加快皮肤的生物黑色素的累积，以及皮肤表面脂质的氧化，增加皮肤的负担，令我们的皮肤失去剔透感而泛黄暗沉。为了解决紫外线给我们皮肤带来的伤害，爱多美艾诗洛特利用先进的科技技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和油溶性的甘草萃取物。提取的天然成分和甘草根茎萃取物能够抑制造成色素沉淀的黑色素合成酶酪氨酸酶的生成，帮助降低黑色素合成酶酪氨酸酶的活性，阻止黑色素初级阶段的合成，有效地改善肤色不均等问题。天然类胡萝卜素不仅可以吸收紫外线，延缓黑色素合成，还能修护我们的肌肤，在睡觉的时候就能替你保护好你的肌肤，减轻皮肤氧化的负担，焕发出皮肤的健康光彩。但我们都知道，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具有着不稳定性，尤其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想要稳定的输入至人体内呢，它需要其他的辅助方法。爱多美艾诗洛特研究发现，维生素 C 乙基醚
它就是解决维生素 C 不稳定性的维生素 C 衍生物，可以确保水溶性维生素能够输至人体，为解决暗沉肌肤重新焕发清透亮泽，整体提亮肤色提供稳定的保障。除了紫外线照射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暗沉变黑以外，不健康的角质层也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暗沉变黑，它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因为啊，肌肤的新陈代谢不通畅，会堆积了过多的老废角质，无法更新，使得角质层的排列不平整，变得更粗糙，会让我们的肌肤产生暗沉的问题。另外，角质层太厚，很多的水分还有营养物质不能够作用到我们的皮肤上，造成我们的皮肤不健康的现象，出现肤色暗沉发黄的情况。而且角质层长期暴露在氧化刺激的因素下，皮肤呢就会出现羰基化蛋白的累积。在有研究表明，羰基化的蛋白在真皮层上的堆积能明显影响到皮肤颜色的变化。但是对于角质层的问题，一直都是美白路上比较难以攻克的问题。因为角质层作为我们皮肤的保护屏障，我们对它使用的手段既要做到极具温和，避免用力过猛，还得要清洁它，不能破坏它皮肤原有的健康屏障。爱多美艾诗洛特通过对冬青叶提取获得的天然水杨酸，具有软化角质、温和缩小毛孔的效果，在不伤害损伤皮肤的情况下，去除皮肤堆积的老废角质，让皮肤恢复通透通亮。当然，我们还加入了蕴含芍药花瓣和根茎核心成分的替代水。芍药的根部呢，含有的有效成分具有着抗氧化、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效果，打造清透纯净的肤色，就像这个芍药花一样。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像紫外线照射和角质层的问题属于外界因素导致的皮肤暗沉变黑，我们可以通过爱多美艾诗洛特优秀的科技方法去解决。那如果是因为年龄增长、熬夜等不规律的作息等等不可抗的自身原因引起的皮肤暗沉变黑的问题，爱多美艾诗洛特雪颜系列也会带来改变吗？答案是肯定的。人在进入中老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大，皮肤内脂褐素类物质的量逐渐增多，从而使我们的皮肤肤色暗沉，失去光泽。根据这一问题，爱多美艾诗洛特雪颜系列研发的特有专利成分，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解决岁月流失带来的肤色暗沉、色素沉着等等问题，让粗糙暗沉肌肤焕发光彩，并且添加了烟酰胺的美白成分，提高肌肤抵抗力，修复我们的健康屏障。年纪大了，皮肤容易泛黄暗沉，这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明明的年纪轻轻，却皮肤蜡黄暗沉无光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玩手机、翻来覆去、熬夜、KTV 等等，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各种碎片化的信息疯狂压榨着年轻人的时间，熬夜、通宵几乎成了每一个年轻人的通病。长时间的不规律的作息，要导致我们的皮肤新陈代谢减慢，养分供给不足，皮肤的光泽源于真皮和皮下的微血管提供的充足的营养。可是熬夜会导致我们的微血管淤挤淤滞，皮肤的供氧当然供应不足，从而使皮肤失去了光泽，变得晦暗，变得苍白，毒素无法排出我们的体外，黑色素沉淀在我们的皮肤里，就会导致蜡黄、暗沉、黑眼圈、色斑等等。氧气是保持肌肤活力、光泽的必要元素。爱多美艾诗洛特的雪颜系列采用了金莲花萃取物，它具有丰富的含氧量，
像给我们的皮肤增加了一台氧气呼吸机，帮我们吸收优质的氧气，可以促进能量的生成，增进新陈代谢，有效的美白亮泽肌肤。实验表明，每天我们护肤两次，在两个月左右后，皮肤的水合度会增加，并且肤色也得以改善。爱多美艾舒厄特雪颜系列可以有效地增加肌肤的含氧量，达到清透均匀的肤色。爱多美艾舒厄特雪颜系列采用的细胞活化技术，能够精准地定位黑色素生成等皮肤问题的部分，帮助有效美白成分可以找到它们对应的问题肌肤的部位。另外，亮肤技术实现火龙果提取物、约塞米蒂发酵提取物、羽扇豆蛋白等珍贵材料的完美比例，优化爱多美原料的美白功效，让亮肤的效果更进一步。虽然我们了解了爱多美艾舒厄特雪颜系列采用的美白黑科技和所蕴含的优级美白活性成分，但面对这么多功效的产品，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使用才能达到美白的最优效果呢？想要变透亮，那我们就先把脸上已经变黄变黑的角质层代谢掉。那怎么代谢掉我们的老废角质层呢？传统的去角质的磨砂膏只能去除皮肤表层的老废角质，无法深层清洁皮肤内部，还容易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屏障。我们的雪颜柔肤水，它含有油溶性的天然水杨酸，可以有效地溶解毛孔内部的角质，清洁毛孔。添加精选的纯藏红花水，有助于可以我们放松肌肤，唤起肌肤光泽感。只需要每天在洁面之后将水分擦干，取适量的柔肤水蘸在我们的化妆棉上，轻轻地擦拭脸部。同时它带着淡淡的藏红花香，清爽不黏腻，使用后啊，皮肤会变得平滑细腻。清理完皮肤的脏东西，就可以给我们的皮肤补充美白营养了。大家都知道，五味子果实当中含有天然的浓缩成分，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黑色素的形成。但是五味子果实很难吃，五味子果实五味掺杂，吃起来实在是难以下咽。但是我们的雪颜精华液含有足量的它的这个美白成分，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减少黑色素的合成，改善皮肤的暗沉，焕发年轻光彩。采用最佳水油配比，形成网状结构水分捕捉网，有助于我们的这个水分快速地渗入到我们的肌肤，稳定的美白活性润肤结构，让我们的肌肤由内而外水润而细腻。取适量的精华液涂抹在肌肤上，打圈按摩，直至精华全部吸收，质地清爽薄透，能快速地渗入到我们的肌肤，焕活肌肤的内在。美白也要细分白天和晚上，白天美白补水和防晒是我们的重点。那雪颜的日霜采用了滋润的水粒子和弹性的高分子的搭配，能够深入到皮肤的表层，给我们的肌肤补水。天然的成分可以锁住我们的肌肤水分，让我们的肌肤达到一个持续水润的效果。特有的雪莲花萃取物呢，能够有助于皮肤对抗老化和氧化。在光照实验中，涂抹雪颜日霜四周以后，涂抹的部位肌肤水分流失有明显减少。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是半透明的凝胶质地，涂抹的瞬间迸发出满满的水分，凉凉清清冰冰的，很是舒服。那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涂抹开来是凝胶的水润的质地，非常舒适，而且很高级。在这个需要美白的日子里，我们是拒绝油腻腻，还我们水嫩嫩。白天美白主要针对
现有皮肤的保护，那么晚上美白重点就要放在受损肌肤的修护和营养补充上。我们的皮肤随着年龄的增长，胶原蛋白会逐渐的流失，皮肤沉淀的黑色素会聚集浮现，那皮肤逐渐会出现干瘪暗沉。那我们的雪颜晚霜，雪颜晚霜它含有丰富的脂质，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补充皮肤的营养，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并且用在皮肤上会形成水膜，隔绝外部污染，从根源上改善皮肤的状态。同时啊，它还添加了大量的美白胶原精华，可以提高皮肤的弹性，实现活性的美白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着冰激凌般的质地，上脸一推即化，很好吸收。使用完晚霜之后，当你照照镜子，看到自己的亮丽的肌肤，有一些重点不要忽略了，需要重点去呵护的部位，我们可以使用套装当中的我们的胶点，那把它取出，轻轻的按压一下，就可以在我们的皮肤上按摩至吸收，给我们的重点部位来个焦点呵护。爱多美的雪颜系列以10种主要的活性成分为基础，添加了专业的美白成分，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暗沉的肌肤，焕发白芍药般的清透、纯净和光泽。天然的植物萃取的成分，自然幽香，玫瑰和栀子花的完美搭配，增加丰富的温暖花香，给人带来难以忘怀的余韵。夏天快要来了，爱多美艾舒乐特为你保驾护航，无惧阳光，轻松白一下。